涵动算民间团体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成立后援会。谈到选情，陈其迈展现自信，也向对手喊话：参选者也能够多多到地方走走，多认识高雄，能够提一些比较贴近地方民意的，那不要说提了一些这个天马行空或者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这个选举的一些主张。陈其迈暗讽对手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提出的政见不切实际，对于对手提出的辩论要求也爽快答应。而对于近日民调韩国瑜急起直追，陈其迈不敢大意，谨慎以对。民调我们都会参考啦，然后不管是在我们的政策或者是在我们的组织，怎么样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认同支持。年底大选进入倒数，蓝绿阵营各自步步为营，丝毫不敢松懈，也让高雄选战增添不少可看性。欢迎新闻连线凯旭国豪高雄报道。